两边的发现好像可。我要拍，我的，我另外一只。那你来这边。啊？对，那个公司。叫做银城衣柜啊。不是你的箱。我的。你要对。不是。我就觉得怪啊，我感觉他怪你为什么会奇怪？因为他的手机第一个是怪的，这不是他手机。然后突然间我们在还没有正式要做什么的时候，他另外手机也不是他手机，就那还知道我在搞。原来我想到的东西，主要是你刚刚怎么进来的，我没看到你。哦，我先说，我先那个。对，那个我有手机，我是大市场。啊，大市场，张明老师告诉我了，今天你的歌曲要拍的搞笑。对啊。然后我快点赌他可以。哇，就好玩！如果他没有给我发现呢、啊，那我就乱乱跳。我觉得乱乱，看看你会怎样。哎，这个同学为什么都没学好？好多年前。对啊，我是今天来拍搞笑版的。是，因为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。什么叫很年轻的时候？你我比我的时候。我们小年时候小一点。我们小的时候认识。不然呢？哇，你那个你知道有品冠的，我就看过了。9月28。9月28。一定要看他。小时候的偶像。好了，你们本来要拍的东西拍完了没有？还没，还没拍。好，那我观察一下，因为他的心里那个舞蹈确实很酷。